期望住你升啲楼咧，有冇有阵时谂下住喺上面好啦？有阵时谂下咧，哇！突然间咧，今晚瞓咗觉，听朝咧，可能喺丽晶啲楼度醒咯。有咁样谂过噶？我觉得好好。啊！住喺九龙湾启乐林屋区嘅居民，继续以行动争取上楼。喺社工推动下，好多小朋友亦自动自觉帮手。好多事实嘅问题，我哋都要大家听噶啦。大人争取，即系好似都系大人嘅责任咯。细路仔，你哋自己都有份参与。咁如果佢哋争取唔到嘅话，我哋继续喺呢度住，大个系咪我哋嘅事先？总之在这里街坊呢，个个都有份的。我们不愿住林屋，也不愿他人来受苦。请愿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心跟大人一样，但如果到了好像现在这样，都没什么一时时会想着想搬的。我觉得你上了楼呢，你又没了这帮朋友了。你的书啊，你的衫啊，放在哪里？衫呢就是放在这些柜桶，如果冲凉就放在这里，这书就放在这里。睡觉的地方在哪？上面呢。带我们上去看看。以前睡觉就在上面了。我妈咪就瞓喺度，呢度上面咧就冇人肯瞓啦，因为咧呢度咧好热嘅，瞓喺度。我就瞓喺呢度食晚，我细佬就瞓呢度，有时同妈咪一齐瞓咯。我呢度就流水啊，呢个我朋友咯，叫金文，有个街市咗啊，系啊。咁你舍唔舍得？舍唔舍得走啊？离开呢度咪？见少啲系金文噶嘛，唔好似以前咁。佢成日都嚟噶啦，唔使惊，唔使惊。系啊，啲本来依家就系等啲我妈咪嘅全部工作做晒。我唔舍得啊！舍得朋友啦。金文咧？会唔会好羡慕啊？阿伟玲有得上楼噶啦，佢羡慕啊，好靓噶佢。系啊，你上去啊？唔系佢就喺，即系睇到出边嗰只台山睇到啦。佢走咗之后咧，玩嗰阵时咧又少咗一个人。翻学仔工作先，就唔好玩咯。喂，踢到落实弹球，放低你反正做咩呢？你家搬去边啊？睇翻村，可唔可以翻？大啲啊，啲厕所唔臭嘅。我入面个门可以，呢度唔可以入。
哇，出咩啊？跌咗房，跌咗房嘅。哇，要好几次啊！出嚟啊！出嚟先。这个是什么年？什么年？不是我进去了，不是我进去了。哇，对了，你这个地球是漂亮哦。这个还放东西呢，我真的。你这个是我房间，这个是我房间。啊，你睇下我哋好大啊！系啊，质量系天花板，因为系七彩图案。所以大家屋企都可以摆一棵圣诞树啦。即系想啦。有冇谂过？有冇成日见到人哋摆嘢想摆？有啊。点解？睇落都系好玩啊！咁样。好靓。即系我帮你挂到咯，我帮你挂到咯。呢度系咪同你嗰啲走廊争嘅？争好远又短喎，玩乜都玩唔到啦。又窄喎。而家开到啦。系啊。咁样啦。咁样佢多咗个窿，又要搭米噶啦，如果冲嘅话。呢个应该仲你拔走嚟等你啦。有冇想翻返去林屋区住啊？有。点解啊？我觉得我度又好卫生，好玩过呢度咯。不过呢度就舒适啲。不过好多人都想住呢度，但我唔系嘅。我中意住嗰度玩咯，有得贪玩。呢度就唔贪玩啲，多数都想住楼噶啦。会唔会好矛盾啊？不过有时又想住楼，觉得住楼开心啲。嗨，你哋可唔可以快啲啊？啊！你数第几层唔好出面就系噶。第几层啊？冇三。第九啊？系第九层，冇三冇窗帘，冇三冇窗帘嘅。一二。黄色楼、蓝色楼、绿诶翠色楼，跟住仲有呢个橙色嘅，系金色楼。啊。我觉得咧，好多楼咧好高好高，起到好高，突然间咧有啲咦？想买嘅咩？边个住噶？边个住啊？我哋咯。一文咧，我问到你屋企啊？睇唔到啊。点解？你啲屋遮住晒咯，嗰啲高楼大厦。哇！喺度望落去咧，好似我哋住嗰度咧，好似一个门咁咯。嗯。呢个遮点啊？即系好矮咯，即系比嘢，即系嗰啲比唔上嗰啲楼咁咯。如果但系你想搬去边度啊？我比较搬啊，我会搬去德福，我就想搬去丽晶，我想搬蓝田咯。哇！咁快决定啦，我哋人。哇！呢个我睇啫嘛。有独立嘅厕所啦。我自己一间房間，有廁所，有三个房。快啲入去門沖涼啦！而家打開翻。有啲咩你覺得嗰間新屋一定要有嘅？就係、是、廁所同埋廚房。點解？我哋而家用嘅即系两样一齐用噶嘛，但系搬嘅新楼咧可以分开噶嘛。哇！呢个系咩啊？啊！要几大啊？咁细啊！